三中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过真紧啊，昨喊一声讲，哇，时间过到咯。今仔日呢，又过是呢，每来接落阴间为魔结境开始啊。时间过过足紧啊。那么呢，咱为魔结境讲到这来啊。也已经呢，讲了68天啦。那么看大家安精神用功啊，咱如本看真欢喜。我相信三世诸佛也是带来无比的随喜啦。那么注意，咱昨啊有讲了这个心明财起这个三根法啊，也就是为这个身体来修行，来建立咱的法身。为这个短暂的会生命的当地呢，进入这个无量寿，那么由这个世间的财产呢，转化为功德发财，叫做呢三根法啊。咱已经甲注意报告间呢，一个段落时间拄够呢。那么现在啊，请大家呢拍开这个微末结晶吼，那么。为魔结技术也能讲话咯，正行善法，起于正明，心情欢喜，起近现性，不正恶人，起调伏心，以出家法，起于清心，以如说行，起于道门，以无正法。起空寒处，处向佛慧，起于印照，该众生北，起修行地。以上这个微末结技术啊，向这禅定的中家主啊，开始呢，三昧会个法师的道理，莫永远停顿伫这个物质界布施，咱是不是会当值得考虑啊？进入这立体的建设，立体的布施，开悟正果，这佛法的布施啊，一连串呢，一直把这个善德中家主一直开始这个利的道理，哦，立体的道理，一直讲了就对了。那么注意听下，因这段是文言文啊，所以咱呢，甲讲做白话文，注意听哦，正确。以这个修行善法啊，而生起了清净的画面，心内清净欢喜，而生起了亲近贤人圣者的心，不憎恨邪恶的人，而生起了感化调伏伊的心，以出家法啊，生起了坚固的深心，应该依照所说的佛法去实行。所以发起了多听闻这个佛法的心，修无净智的佛法，生起了空寒的净处，处向究竟佛的智慧，而修禅定印照，为了解脱众生的束缚，而发起了真修实行的心，安尼注意净智吼。这段我甲念做白话文一遍，也就是消文了后，咱注意个听好。我详细讲，
这段意思就是讲，咱修道过程当中，哎，正确的修行，伊决定的断恶行善呐。伊所做呢，杀盗淫妄的头路，伊未做。伊决定行持这个五戒十善，乃至呢修无量的菩萨道善法，为了啥？证明啊，和咱的发心慧命挖起来啊。那么，以这个世俗里来讲呢，证明以出家人来讲，就是袂当做生意啦。出家人啊做生意叫邪命去啊，唔是正业去啊。所以，比如出家人去吐蕃哦，哎，在家人兜呢吐蕃食三顿，哎，这吐蕃就是如来伊的正法。出家人吐蕃叫证明，那么注意听好。心那修行是个清净起欢喜心的事啊，咱自自然然会生起了想要亲近着贤人还是圣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有人那是无好报啊，哎也无善根啊，哪怕是圣人伫身躯边啊呢，也不动于衷呢，这就是无善根。过去成功无堪，这个圣人贤人结果善缘。所以呢，哪怕这个现象在边呢，也如同千里一般啊。所以咱自然，那咦，好好修行，好好用功，都听经闻法，做着正正当当、快快乐乐、充满着信心、希望，一直修行人为正呢。哎，起于正明，然后心内生清净的心、欢喜的心，伊就亲近着圣人。天人啊，哎，注意个听好，佮说来去啊，你但安尼甲讲红听呢，就是发的布施。还佮有，你也当为别人来多说法啊，叫咱人唔茫真恨啊，一挂邪恶的人，哎，你生气了，你内心感化这恶毒的人，感化遐作歹的人，佮恶之的人。该调伏，该感化呢？你也生起这款心呢？安尼也是一款的法师，所以法师无一定用讲的，有当时你用你的行为德行呢，感召着对方，卖甲对方生真恨心，都宽容，都宽赦，都赦免对方，和对方呢，未产生你含你对立，产生呢，永远的敌人呐、啊。会当包容这款邪恶的人。如果生了呢，会当感化伊心的人，这就是所谓法师啦。法师唔是嘴讲呀，你的行动采取啊，讲话该阿弥赞叹，该安慰，该这歹人安慰一下，讲也不要紧吼。就因为咱一时冲动，业障现前，吼、哦、情不自禁，控制不了伊的心境，因此情绪化，你才会做出这款呢，这种妄动的代志出来。哦，人讲自古以来啊，圣贤呢谁无过啊？啊，所以讲呢，天下间啊，咱做唔对啊，咱都包容别人，都宽赦别人。你哪里讲这恶毒的人哦，甲这些非常恶之人，给感化，这何然唔是法师啊？所以一旦用嘴，也能讲出来给伊听；，买当用你的言格，用你的行为，用你的动作呢，来。感化对方，调伏对方，这也是一款的法师。哎，这个听好，说来去啊，伊这出家法生起了坚固的信心呐，这正确。咱出家为了啥？坚固咱的道心，修小乘法也好，修大乘法也好，拢爱信心坚固的心。如果你在修道当中呢？优柔寡断啊，做代志呢非常的无魄力，介软弱，靠要无啥无能境界，伊风是吹个地，就偏个个地呢，八万四千里去啊！即款要如何称呼做坚固的心、深心呢？不但无坚固，佫真浅啊，即袂使。所以呢，三个坚固的心、深心呢，爱发这菩萨行的心怀。啊！发起了众生无边誓愿多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爱发这个心出来，那么安尼当中，以这个愿行类行持为止啊。我相信，相信你遐尼啊未难，遐尼啊用心嘅行持呢。我相信，你会跟佛道拍成一片的时阵。所以咱出家人爱先起到这坚固、勇猛、出三界、正无生法印的坚固的信心。因为啊，你犹如呢挂断呐，这款的人伊修行进一步退三步，进进退退，就是讲滚水呢，滚到都98度、99度啊，强强要100度要滚啊呢，哇！你心去冰冷类啊，拍退长过啊。因主呢，唔肯呢突破这难关，唔肯呢突破你这心境，和你这梦想意识的坚固呢障碍掉的。你既然障碍掉突未破呢，因主啊，我见个靠你个地呢，准啊七动悄悄伊，准都卡落呢。这个时阵啊，因灵清哦，叫做坚固清心呢，未使。所以修道啊，要有冲天之志。那修行呢，什么坚固？那世间人讲叫做啥？伊伫身躯性命呢，爱存咧钢筋铁骨，铁骨咧，爱存咧当场铁饼呢，爱坚固。那么修道的心呢，也是同款的意思。你无坚固的这个身心嘛，那么修道啊，拄着障碍呢，往往呢，十个九个拄。所以修道当中，以出家法来讲呢，要跳出三界正成菩提啊！那无相当坚固的这深心呢，因能呢正成无上佛道啊！所以讲啊，一出家法生起了坚固的深心，道理在这所在。伊个讲啊，一如率性啊，起于多闻呐、啊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应该依照如来所讲的这佛法的道理呢。在修行，所以呢，才发起了多听闻佛法的这款的心出来。那么注意，咱佛法去听，去听的当中爱受用。你若无履行呢，佛法虽然讲得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了义，非常的究竟，甚至听讲呢，法喜充满呐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你若无采取行动，卡波一定当画出来呢，始终迄目标未到，归宿未到，所以佛道真好，好是好，你爱来修啊。那么你要修当中，多听闻佛法足要紧，因为啊，你无听闻佛法，智慧无开啊，心内格是千千格啊，未显呢是满天飞啊，因此呢未显这格这啊，这种是呢修道障碍。所以听经闻法，这咱就要好珍惜啊！所以呢，我感觉真欢喜，从台湾报道，即摆目前的佛教非常的兴啊！我常讲一句话：台湾佛教的兴呢，不亚于隋朝、唐朝。唐朝会当是佛教黄金的时代，最那兴的时阵啊，世间人讲兴个一只狗啊！可是阿本嘛要讲话，即摆台湾佛教的兴呢？不亚于隋朝、唐朝，而且佫胜过呢，几啊倍以上。为安怎讲？来，咱讲个资料解者。咱即摆台湾报道啦，伊即摆信佛的呢，敢信这道教呢，有1900几万以上。你想看卖啊？遐尼庞大佛教徒遐尼济啊，1900几万呐、啊，占着这台湾的人数呢？才有将近5分之4啊，5分之4人信佛，遐尼济啊！所以呢，望咱注意啊，福报伫咱手中，福报是家己创造，自作自受的。所以呢，你来看，只要咱岛呢有电视哦，拍开，撇一个中华电视台拜三有日本法师讲这个法务金针，10:30就来看啦呢。我走到恁岛去哦。中华电视台就走到恁兜去啊！拜三10:30，啊，刷来今日全国有160几台有线电视台呢。
日夜一直放如本法师去恭敬说法啦。那么恭敬说法当中呢，连最深的道理呢，给教出来，讲到最白话化，讲到人人听有。尤其用这台语演讲的当中呢，真有乡土味，真亲切，真有思想，真有体系，真有内涵滴个啊。恭敬袂当偏解的意思啊，啊，因经因论啊，因此把如来深深微妙的道理给参用出来呢。你也看，我走甲恁兜去，覕伫电视内底，你阁毋知影讲即叫做福报呢？是毋是啊？即叫福报啊！哎，你看，请这问东条时无电视啦，真正嘛无电啊，拢点油电费尔。迄时也无电视，虽然佛教足普遍，但是无在调呢。像即马这时代进步个呢，迄电子的资讯呢，资讯啊，遐尔的旺盛。只要恁兜有装第四台，只要恁兜若有电视，拍几花絮呢？拜三十点半，哎，发有金针去讲啊。那么150几台台湾有线电视台呢？有150几台啊，一天放3-4遍啊。有人怎啊？佛教真兴，所以即摆台湾的佛教兴啊，原因呢，即电视、电台，尤其有线电视台吼。这功德无量，人功德是一念间呐。你放这病出来呢，有这公益事业啊，这算公益事业啊，这是这公共问题啊。人世间人讲去净化民心啊，有这正义佛法的作用，有直接间接有形无形呢，会当使到咱的心呢，伫幽闷当中也透气。你也看佛法是干悟之法啊，偌济人听了佛法了，就干悟人生啊。本来人生方向盘袂用调，袂用使，听佛法了呢，唔免人家讲，伊就用趟方向盘。佛法真不可思议啊！佛法呢，你看即摆政府也足提倡的，希望呢多出来恭敬说法，互较济人、较济人呢来多听闻佛法。因为啊，佛法呢会当净化民心嘛，佛法物件会使到咱呢在迷惘的当中得到内心的光明啊。在痛苦深淵内底呢，会当得到无比的清凉啊！在呢，生死这边花会当大家开悟证果，会去边花去啊！而为凡夫的这边花，大家开悟证果圣人的去边花去啊！叫做转凡入圣，破迷开悟啊！所以呢，佛法这部分讲什么修行也好，无修行也好，佛法总是会当互你讲悟。这佛法是生活中而已啊！所以我们一句话讲，生活干悟，生活就是佛法。你佛法无干悟，佛法就是世间法。所以关键伫一个问题，迷干悟的差别，染甲净的差别，修甲无修的差别，哎，你就会知影吼。所以这迷干你啊，想会过，拖会过，正会过啊，你就是一个正觉人生啊。要大家正觉人生呢，佛法就是要让你干悟之法啊。所以按照讲呢，咱都要感谢着释迦牟尼佛示现伫这世间，留下这么庞大，以及三藏12部教典，每一部三藏教典，拢是要启示咱一个正觉人生观，佮了解这宇宙观的真相。所以佛教佛法是一个正觉人生的宗教。佛教的时阵，互咱干悟一个宗教，伊是正觉人生的宗教，非常的福报啊！咱生活的福报当中，有当咱不知不觉呢，只讲即马甲做讲一个问题啊！即马全台湾省有150几台，将近106台的有线电视台啊！伊逐天，弄个放如本法师去演讲的经典啊，有人听你家己法喜充满啊，听你家己讲。哎呦，啊！有搞原来就是安尼遐尔好哦，过去甲当作迷信啦、啊诽谤啦，讲一寡五四三糟蹋佛教。伊听了后讲，哎呦，啊无像我想安尼啊，一看你家己都念掉的，真的好心念，你知影？好心念呢？好心啊，沾了灭的，变好了准念掉的，变好了准念掉，叫做好心念啊！啊，你莫听我讲经变法，听你家己。佛法就是生活中尔，佛法跟我生活有关系啊，
啊，本来就关系啊。所以佛法并无离开生活，所以生活觉悟就是佛法，佛法无觉悟就是世间法啊。这个没讲呢啊。啊，要如何把足深奥的佛法讲到人人听有注意？咱讲一句话，爱经人讲。所以也为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有台语啊。啊，讲到目前为止呢，咱伫个有线电视台150几台哦，会当一般信徒反应啊，就爱听如本阿叔讲。迄原因就是讲，伊个讲当中较有乡土味啦，啊，尽量向这目标来讲，哦，用这个语言文字要衬托如来深深的道理，讲到人人听有。我定讲一句话，我也是为安怎呢？会当赢得了伫个150几台有线电视台呢？人上爱听原因。一件一个问题尔，我无真有台语，这个母语一直学，一直学，学干呢，讲干呢，即摆讲法呢，无所障碍。下当我每一人了解佛法是讲啥，佮较深的道理呢，爱讲到人人听有。那如果听无，我忏悔，我深深有发过这个愿。佛法遐尼好，遐尼深的道理，你既然要出来讲，来讲到人听有啊，啊讲人听无，讲一个专有名词。安尼互伊家己看就好啊！啊，咱讲经就讲到由浅入浅，由浅入深，深浅不二，互每一个人了解佛法是讲啥。安尼，互达成听经闻法，得到受用受益呢？安尼才是真正会晓讲经的人。我一直呢向这个目标发愿去做落呢，佛祖无误人，在这呢，这十年以来弘法啊。咱向这目标去努力，如今即卖来讲大义，去演讲佛法呢。咱唔敢讲哇，势如破竹，雪花盖顶，但最起码呢非常流利，人人拢听有。同时呢，真希望讲咱多讲较一经呢，佛法遐尼好，安尼嘛要讲出来呢，真冤仇呢。所以我就足认真呢，一场过一场，一摊过一摊，一息过一息呢，无尽演讲佛法。我时常鞭策我自己，在我人生后壁段来讲，我今年已经42岁啊！哦，今年都就要结束啊，明年就43岁啊！所以我在有生之年的未来呢，我一直恭敬，一直说法，一直恭敬，一直说法，一直到呢，我100岁命中，西方三圣来接引，我就以这个宏愿呢，该回别来呢。所以我感觉讲做人。爱真有福报才能做人，要听了这佛法，更加爱有福报啊！那无福报呢？听了呢，啥物都过啊！听了无当作一回事，这唔知个轮回偌久，生死阁偌久啊！所以为了遐个听了就过，无感想的人，我感觉讲，这唔知个轮回偌久，生死偌久，非常遗憾。所以咱诸位在座1500几个菩萨呢？大家会当遐尼认真啊，日夜无歇一切，在暗时啊7:30呢，大家呢来这听经闻法，从来无间断遐人啊，我表示12万分的尊敬呢。这68天以来，大家听经闻法啊，遐尼用命，何况暗时啊这个时段是真好，要照顾翁婿，照顾太太母子，要相处幸福的家庭，在这段时间最要紧呢。你能放下你的心端来这听经闻法，就是你的善根非常深啊！你爱声音啊，唔这段时间尚无爱啊，所以你注意爱好好爱惜这音缘。听经闻法，决定爱听，无听咱心内夹袂开，心内迷惑袂开啊！所以佛陀干两大目标，最记好。佛陀安怎讲呢？都袂当讲出呢。人生观的问题，佛陀按怎讲呢？都袂当离开呢宇宙观的问题，所以佛陀无尽伫个人生观、宇宙观当中呢，该参用于真相，大家让每一个众生心内不迷不惑不动，自性解脱，袂去造业，袂带来生死轮回，一连串反复呢，拢讲这个问题就对了。所以难怪真济知识分子啊，目前呢。哇！听了佛法了啊，非常的欢喜。因此呢，咕咕咕咕呢，
行入这个修行听经文化的行列啊，佛陀真理性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感觉非常的时代，会当听到非常的佛法啊，这是咱福报。所以对我讲一句话啊，台湾即摆佛教兴，绝对呢胜过东调，因恁到只要电视有装第四台，还是中华电视台，咱就恭敬啊。你只要你负责，唔免走来发龙岗堂啊，都负责电视个拍开，劈一下，看第几频道啊。按日本法师呢，飘就走个恁兜，伫电视出面出来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讲佛教兴个安尼。过去听讲文化，拢爱走去文化中心啦，走去啊什么县政府的大礼堂啦、国父纪念馆啦，咱拢去遐恭敬，爱租场地啊。我听讲的是四五千人，有那几万人的啊。啊，首先在筹备呢，四五个月啊。啊，引来呢万多人、千多多人、四五千人来听经啊，迄真辛苦。啊，即卖呢，只要讲堂呢，甲布置一下，听讲随时拢保持啊。1300至1500吼，五百几个菩萨来听经，一夜来听呢，咱唔免去筹备、去准备呢。啊，逐天会当听经闻法，这就是呢，咱大家福报。然后呢，伫第四代才提起大去恭敬说法啦，吼，度未少人，啊，大家当浪子回头，吼，会当去修行啊。这真正是比隋朝、东朝搁兴得多，隋菩萨搁听好。以上讲就是啥，依如说行啊，起于多闻，等依照如来的方法。咱佛陀遐尼好，修行遐尼好啊，爱多听经闻法，因怎我都破除咱内心迷惑甲浅浅感啊，注意个听好。以无尽法起空寒处，就是讲咱要达到无尽的境界。大家呢，袂堪众生伫正长正短，因此咱爱随时随地啊锻炼伫空寒处。这个空寒处拢较寂静的所在，哦，鸡啊、鸟啊、鸭差袂到的所在，乃至咱下作人间的烟灰，暂时撇一段时间来充电，哦，因为家己习性伤重，烦恼伤伤重，这过渡时期啊，因咱的心是朴素。靠要无三无两，会靠人竞争起来，靠人争论，这拢是一个修道障碍。所以锻炼呢，靠无人行较到的所在，会当互咱习气慢慢净化掉。所以讲水吼，如结结啊，结结落就丢啦。然后你无甲流，久了又沉底落去啊。会当看水底里清清清，晶莹剔透啊。那么你爱用一支呢叉呢？将这个这块的水呢，给拉拉高高呢，哇，你落落落啦！伊个沉底水质呢，遐落高麦拢浮起来，落结结看底看袂到啊！咱修道同款，所以贪心、嫉妒心、怨叹心，心内作不平衡的人，迄款呐，拄着境界扑扑跳的人呢，维摩大师甲你讲，你真个心伤强，暂时撇境一段时间啊！哦，走个空寒处，哦，空野所在，人被交叉的所在，因人济是非济啊，家军在家地吼，哦，一直竟会走出来啊。所以呢，无净处啊，咱安怎伫空寒处去呢？家人安就对啦。伊讲，处向佛慧啊，起于印照，咱是要大用如来智慧，大家忽略境界呢，咱。平常是要多自禅，印照就是多自禅的意思。哦，咱的平常时啊，咱智慧无啊，哦啊心乱糟糟不平衡，人事不一家里家地啊，强强要掠狂啊。印照就叫你多静止，有禅定了哦，智慧才发露会出来，智慧发露，才能破除一切烦恼的啊。所以叫啥呢？处向佛慧啊，起于印照，佮听好。阿伯一句，该众生放呢，起修行地啦。意思就讲，今仔日啦，有了要解开众生心内千千结，佮无量无边的迷信呢，因呢咱就发一个大心呢，
真正落去脚踏实地落去修行。因你也无起这修行心啊，你智慧无，禅定无，愿力无，佮辩才无，安尼要如何度众生啊？要如何恭敬说法啊？是恭敬说法，诸位你茫看讲轻松轻松的，无遐尼简单。讲要将近15年啊！你看这段历练、甲研究、甲实际上在训练的当中，你看偌济光阴岁月都好。这就是要甲注意讲，你要解开众生的心结，你要深入在修行。哦，如果要恭敬说法，你爱实际上下功夫落去啊！无呢，讲个一个千百的道理，人容易感觉无什么意思啊！那世间人讲。买两把刷子啊！人世间人讲，哎，杀人未乱未使啊！虽然深讲到位如来境界入面，浅浅间呢，攀夫走住的境界来啊！安尼唔知我都真正大家在上灵主宰、下灵主宰，在高深的佛的地位，咱来讲入面呢，和每一个人会当了解，恭敬在讲到安尼。诸位菩萨搁听好，后边搁一句。就是来这经文一句，我抽一段出来讲，这段最要紧的。用心静啊，欢喜起见现性呢、啊。你注意听哦，伊这就是讲家庭啊，心不清净，又搁无有这个欢喜心，无有恭敬心，不随不依啊，无着这个现性，就是呢性现。站立在你的面前啊，你也亲近的不多。虽然在你的旁边如隔千里啊，心不静不静所抵过啊。安尼注意才知影哦。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心啊，家庭讲无清净啊，家庭你呢心也未起欢喜心啊，家庭你的心也无恭敬心啊。哎，卖讲是啊，不容易亲近到这圣贤呐，就是圣贤呢，徛在你头前，在你面前呢，你也亲近未到，就是未到。虽然在你的旁边，也如隔一千里遐尼远去啊。那么注意听哦，这个心不清净，心无结过缘，好、哦，咱唔这样低心下去。所以你心若清净，欢喜心会浮起来，这亲近圣贤才有机会啊。那么往往咱人的心啊，拢较无所谓善根啊，这跟善根有关系的啊。为安怎咱看到佛菩萨，哦欢喜个，有够欢喜的。咱为了看到三宝，还看到出家众，哦一定欢喜起来。那他是过去生中还是一个修行人，那他是一个出家人诶，有去修行。主人看到修行人呢，一直欢喜，一直欢喜，唔知欢喜者所以然。佛教叫做善根大电流咯。你这人伊唔是这世人都善根啊？过去生中有亲近过三宝，有修过行，有听过佛法，所以呢看到就起欢喜心，善根就流咯。啊，听人讲这佛法了，哦，善根人呢全拼出来就丢啦，用种出来呢。这跟过去生中有结这个三宝缘，有修行。有密切的关系的，爱家重视才对。所以善根唔是这世人都有的，有的呢修累生累劫啊。所以这世人有触了、度了、悟了、看了了、听了了，伊善根就在电流咯，道理在这所在呢。好，再个听好。那么后边个一句，以无净法起空寒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空寒处啊，梵语呢称为阿难若，就是呢寂静处啦。哇，非常寂静哦，就跟大家讲的，远离人间烟火，鸡啊、狗啊、鸭哭的啼声，拢完全听未到，非常寂静。佛教名词叫做阿难若，哦，阿难若，这是梵音的文呐、啊，唔是阿难啊呢，若西西啊。唔是這意思哦，阿难若是梵语的本音，翻译中国话叫啥？非常寂静
非常宁静的所在，是好修行的所在，意思去空闲处。那注意听好，众人共住啊，这相对的啊，人济唯独济啦，绝对无办法呢。讲大家讲未发生这争论啦，有人就是非，你唔捌听讲伊啊？卖讲人一大堆啦，干两个夫妻两个人就好，好、哦、迄意见就靠一鸟我问啊。有当时啊，翁婿嘛无唔对，太太嘛无唔对啦，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对产生无比的代沟的啊，甚至严重者阵，压起这干戈，迄才是可怕。小个问题，母甲强要离婚去，何况佮生两三个囡仔，囡仔若大汉了，佮客串呢，含爸爸妈妈讨一寡意见来吼，一间家伙你看，人我是有煞无？何况一个社会，何况一个国家，何况一个团体，何况整个国际，甚至一个全世界呢？太无是非啊！一定是有的嘛。所以呢，咱的定力若无够，修行若无够啊。暂时撇开呢，即繁华的即个啊，亚都市繁华的人雕团体中，暂时个整一下也无什么歹。即过渡时期有需要，所以呢，有人坐所在，自然就是非。那么注意，古来大德有讲一句话，伊讲万境啊，生乎众主啊，无争出乎空闲。这古来的这句话相当有道理哦。用所谓万叹，所谓万切，所谓温婉的境界呢，有缘会从出现伫个呢，出现伫个呢，众人相住的所在，叫做呢万境生好啊，众住啊，哇，足是人我是非啦，家家无啥啥，这往往拢是众人所斗阵的所在，迄团体，迄场合内底。伊讲无争出乎空闲呢，咱大家未可能争论，哦，未可能修正、宁静、好道种种，这原因就出于呢空闲处、寂静处呢，嘛是有道理啊。咱拄仔讲一句话啊，有人就是非啊，哦，是不是一定的道理？哦，搁注意听好，后边一句叫以出家法啊，起于亲心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出家啊，那是大丈夫之事啊，唔是咱人人所能做得到的着。如果发心欲出家呢，首先对着出家法啊，爱正确、爱正见出家呢，是一个意义。然后心生亲心爱护，用命精进佛道啊。正确，所以出家，咱讲出家啦，注意啊，出家才有大丈夫的精神，甲伊拼命呢。啊，唔是讲你出家就会当随出家呢，这无唔对。那么唔是讲人人讲，哎、欸，你要出就会当出来，无遐尼简单，考验太侪哩啊。啊，如果呐发心想要出家为者，首先对这出家法、出家动机、出家意义。哦，家庭的代志安排好，哦，譬如讲啊，父母爱同意啊，哦，你这个夫妻感情爱安排好啊，社会上袂当欠人债务啊，哦，唔你欠人债务变怎出家啊？你多撇这法律，多撇这个人情债袂使呢，要出家还债论呢袂使呢？唔安尼啦，纵然你欠人钱啦，你走出出家啦，伊来你骗佛祖，骗师长啊！有人在讲，唔免安怎？今日有一天你要做法师，要讲经说法咯。哎，下骹都一个呢，你欠人一百万，人就讲话啊。这个法师讲了，讲外好拄外好，我嘛唔相信，因为你欠我一百万，多撇这债务走出家，就这个啊，是不是啊？安未使，所以欠人的债未当出家，爱行恶了。啊，感情若保握未好，超握未好呢，唔好出家。你出家的家地，未使的，就是未使的。凡如来戒律，哦，父母若无应准，我若袂当出家，所以在悄悄父母有认同，讲嗯，安尼可以，
吼，安尼才咱构成出家条件。注意个听好。那么出家了后啊，咱了解出家动机、出家宗旨，你也清楚了后，咱自然会生欢喜心，哦，就勇猛精进，无偌久能进行高位啊。所以呢，咱就运用讲出家是要有福报啦，出家功德有够大，因为所有十方诸佛拢以出家修行来开悟证故成佛的呀。所以今世当中，我常常讲放宽呐，愈少年愈早出来，无嫁无娶，当男当女出家上好。那么那今天无阿多，我就结落去啊，哦，生几个大头仔，啊无是免怎，等候共烦恼大汉。哦，嫁娶了还是烦恼有一段路，咱才出来。哦，但是记我一句话，出家啊，唔好超过六十岁，超过六十岁袂当受大戒啊，上济三年三年二年。所以呢，出家上慢，唔好超过六十岁，那六十岁在家修就好啊。所以出家功力真大。来，咱讲话要根基，唔好乱讲。伫这里，菩萨啊，本性曼轮。灌输云出家之理啊，高于俗迷，深于己海，广于虚空。所以然者，由出家故，弘地成佛，三世诸佛未有不因释迦出家成佛者呀。伊这意思就是讲，出家伊这功德，伊这利益啊。这不可思议啊，悬悬到比这个八万四千游船的苏米山的功德更加悬，深深到比这个大海或、哦、这个大深沟更加深，深到你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功夸呢，夸大呢比虚空更加宽。哦，出家真福报大。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出家弘的成佛啊。也唯有呢，是讲三世诸佛要构成成佛，要经过出家这个关道，要经过，那无最后一生呢，无可能。所以，所以人家为安怎讲呢？理由在哪里呢？因为啊，有了出家故，弘的成佛啦。那么后边这句在赞成、赞助，各路更加愈肯定头前迄句话啦。伊讲三世诸佛啊。未有不因释迦出家成佛者呀，意思讲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无有一尊佛呢讲伊无舍离这个家，然后出家来成道成佛的啦。换一句话讲，所有十方三世诸佛啊，拢一定得爱释迦出家成佛来度众生的。那么注意听好。有人讲家遐尔那忝呢，哦，家庭无快活呢，迄家庭白死死啊，互翁白条的，互某白条的，公公婆婆白条的，互囝白条，互事业白条的，互名利白条的，互权位白条的，互人事物白条的，寸步难行啊！那要讲家，那讲是夫妻结婚生几个囝，构成一个家庭，都莫以这角度讲啊，家。吼、哦，就凄惨吗？你中国人做伊真微妙呢，即家庭家一剑一个挂，后壁去下家已经死啦，一只猪仔互关伫个猪条内底，吼、哦，你看家庭无快活呢，一只猪仔互关起来，好寸步难行啊，无自由啊，哎，伊有搞来看这家是束缚的意思，家是无常意啊，变化足大啊。我老家呢，木家呢，家庆不宁啊！我木家呢，大门细女啊，严重者呢，三性分辨啊！这家庭就是黑暗吗？哈，个木灯个木线哦，迄比地个较痛苦啊！迄家庭家就无常啊，啊家就轮回义啊，家就生死义啊，家是造业义啊，这经典有讲啊。后来咱注意个听好。我闻到这佛说四十二章经呢，佛祖哎，伊老人家讲话啊，人下以车主下体，身以如角，如角有散色之极，
妻子无远离之念，情爱已息，岂但屈敌，虽有好口之欢，心存甘福，斗年自立，过月还富，透地出门，出庭如寒啦。吼吼，听你个地啊，是咪咧酸骨念啊，酸骨念咧？吼吼，这毋是食醋柑啊哦？吼，有够酸个，互感触真济啊！这种结过婚、娶过某人，有人生的经验过人，伊看这段文呢，伊感触就真济啊！就你唔知佛祖甲你讲过话，佛法就是感悟之法啊！佛在讲出世间的真相啊！你众生未不能自觉啊！佛祖讲你请安尼尔。伊也无甲你加位减位啊，世间真相就是安尼啊。佛祖甲你讲啊，人下以车主下体啊，信以如觉啊。哇，咱人啊娶某了后，互某白掉的。那嫁翁了后，互翁白掉的啊，生囝互囝白掉的啊。你有家园万贯，你拥有财产，动产不动产，互白掉的啊。伊讲信以如觉啊。比较用乖伫罗格较忝，伊阁讲哦，罗格有善色之极，车主无远离之念啊，吼吼，更加愈深刻啊！用罗格红乖三档、两档呢、五档，甚至十档呢，够离开这個感觉内底，出外口吸收一寡自由空气的机会啊！红乖阁有善色之极啊，有离开离散的时阵呢，的时阵啊。用车主无远离之念，你娶某有结婚了，思思念念，惊太太遐尼水，唔知会用拍伊未？啊，小可太太呢，跟别同事啊朋友讲一话，就怀疑太太，你看你个痛苦就好，白条条啊！啊，你啊红晒哦，足烟斗的，帅哥一个，白马王子啊！哇，红晒唔知用拍伊未？红色唔知用占几笔，哎，有做讲为外深情呢？用车主无远离之念，无一分一秒哦，讲袂念你啦。这念就白掉的，烦恼太太用拍去，烦恼红色用拍去。哎呦，人无快活，尤其新婚之夜，新婚的人呢，迄要安怎度日子得？啊，最近我有看一个报纸啦，伊讲。因翁婿已经也将近呢，要55岁啊，佮外口佮包饲女人呐。那么伊虽然佮监督哦，监督偌久啊，30几年，你看。啊，最后呢，要食到7楼8楼啊，伊佮拍一个，你看，要佮办离婚呢。哎，伊非常的痛心，非常的痛心。最后呢，因翁婿伫中国大陆有一个，哦，人讲中。大陆妹就对了，哦，佮娶了一个大陆的女性朋友，然后呢，已经痛心才敢离婚呢。你看伊何等痛苦，这女人之家，用车主无万里之念啊，都为新婚之夜嫁了，就咧个监督条条，监督干呢伊55岁，你啊，一个海老啊呢，伊嘛想袂到啊，你大陆设厂啦、开公司啦、补教咩？你也甘嘛怀孕，佮生囝，佮建立一家庭。因太太在一切之下呢，不管30、20年呢，一刀两断。你想看嘛？要注意，都我感触真济就对了。伫个感觉宏观两当三当，佮有出啊吸收新鲜空气自由的机会啊。你娶某嫁翁和某翁白条呢，无远离之念，便离开医疗就开始烦恼啊，烦恼甲袂食袂困。红占机，加红占机啊！伊个讲啊，真爱意识起但低啊，这苦低啊。意思讲，哦，这爱情真爱男女之性呢？哎呦，凡有众生对一个惊呢，伊宁愿呢为人呢尽力啊奔波呢，甲做甲半小时期，为太太努力，为翁婿努力，为这家庭努力。无甲半小时去，伊嘛心存甘愿呢。伊讲啊，虽有好口之欢，心存甘福啊。哎呦啊，这话足深意的话啊。好口袂当入去，你偏偏甲入去啊。
伊咪腰好解食去啊，食到无骨头去啊，你嘛照常能用。凡夫就是这个角色啊，心存甘福啊，心肝哎无怨无悔啊，甘愿就对了，甘愿服伫这男女之识之下呢嘛，佮斗年助力啊，投入这个啥戊年二八，你也甘愿。和临时伫个戊年二八内底，你嘛无怨无悔，过月凡夫啊，叫做凡夫啊，不愧是凡夫啊，堂堂正正名为凡夫师啊，好个加一师啊，透得出门啊，出尽罗汉，你也当远离心存甘福，投年助力，远离这男女种种的真爱爱心呢，会当净化你身心。你出尽阿罗汉，所以讲呢，男女的情无净化，思想和情白条的困住条呢，你在做凡夫众生啊。佛祖跟你讲啊，透得出门啊，出尽罗汉啊。所以问伊到底是不是阿罗汉无呢？是问伊到底男女感情有净化无？那要净化呢，要证成罗汉困难呐、啊。伊总是在这所在啊，所以讲。出家也无简单，出家这感情爱净化，无净化我都开悟证果。出家最后要了生脱死啊，要证成无上菩提啊。出家用这勇敢的魄力，不是达口罩有诶啊。所以这日本的和尚呢，伊讲一句话，金山大师讲啊，讲出家乃是大丈夫之事啊，非众生之所能为啊。意思讲。出家修行，哇是大丈夫的精神，大丈夫的代志啊，唔是一般泛泛之辈，伊都做会到的。即若无相当的魄力，哦，了解世间真相，看会破，放会下，跳会过。若无大智慧人啊，是无得看穿世间真相啊，所以伊就无得出家啊。叫出家那是大丈夫之事啊，大丈夫不是随便称呼的啊。哦，唔是讲。将相国王、哦、总统文武百官，伊要发出就样出来呢，无遐尼简单。迄名利挂钩，世间代志挂钩条的吼，哎呦，寸步难行啊，伊嘛放未下。何况因未必然有神经啊，叫做非将相之所能为啊，唔是大将军、哦、大元帅、哦、大宰相都有法度通出击，无遐尼简单。哎，相当大丈夫精神啊。所以呢，我最后要结束以前，运用一个开悟的圣经呢，人伊老人家嘛，甲我请教讲如本那书，我客串要讲话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人老人家开悟圣经讲话啊。大丈夫者，非凡也。正悟诸法本来空，洞超性界绝凡情，正得自性观天下。深如万象，尽是春。吼吼，这个收尾话就对了。用大丈夫者，所以大丈夫呢，非凡也，非凡也，不是非凡公主呢。这非凡也，懂无？不是普通一般泛泛之辈，不是一般。哎，伊本身啊，伊想讲要出来就当出来，哎，相当的大福报、大姻缘啊。出家者非凡也，伊讲啊，见我诸法本来空啊，所以修道呢，爱见我这缘起性空，了解四大五蕴本空，即个五常空、法执空，但五凡呢皆空的境界。那无安尼者，无了解诸法的空性空者，不能堪称个出家大丈夫啊。你看三人做会到，也唯有向这目标去走呢，这款理念。这动机才正确啊！见我诸法本来空啊，无简单啊！注意，搁后壁讲，东超性界绝凡尘啊，哦，绝凡尘啊！你爱修行修啥？哎，开悟正果，袂当染是开悟正果，正成无上菩提，袂当染无上菩提，正涅槃不住涅槃。有缘在生死涅槃往返的当中的自在解脱啊！这凡夫的真爱贪嗔痴早就净化掉啊！哦，啊超越这个
圣凡的境界。哦，这境界真深啊！三更三夜说未尽，讲未完呐、啊。伊佫讲啊，正直自性观天下，深如万象尽是春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证了这诸法自性空性，哦，以性空法来讲，诸法空性就是一了义说法。那这真相为甚物禅宗讲呢？哎，正直自性有明心见性，悟明你这真心的时阵啊，哎，有见性啊。哦，你观看这世间深如万丈呢，哇，真是春啊！一片拢是解脱的境界，这片是清凉的。春的意思，唔是讲哦春天啦，唔是讲哦啊有这春色啦。春，春夏秋冬，春天上好啊。代表讲你开悟正果的时阵，哇，所看像春天同款。开悟正果了后，所看的是拢解脱的、清凉的、自在解脱的、光明的、涅槃的，叫做深如万丈尽是春。正直自性观天下，安尼自性正好。哇，那清楚呢？时间又到咯，正在要讲当中，时间无允准，注意菩萨的行下。明仔载微末结经第69天，同时间再会。